朋友现在特别流行这个流苏型的，流苏型的，对 ，Tassel， 英文叫 Tassel， 中文叫流苏。你看这个还三个颜色，红蓝绿宝啊，对，呀，都是配的钻石，都是你们自己设计的啊，对，设计，对对对，仅每一款仅有一个，你看非常好，这个就，这个6800，不讲价了，这个是已经很便宜，6800，哇！你看它链子18K， 对，18K 啊，多也有钻石，对，钻石还有宝石都有。那这几个就不易见了，对，已经这个是比较长的，可以弄比较短的，什么都可以 fashionable 的。然后哇呀，很漂亮啊，就是宝石的质量也很高。对，宝石质量很高。然后这个就是蓝宝了啊，蓝宝，对，这个6300也不讲价的，不易见，哇，你看下面还有很多，对，这个也是钻石的，钻石的流苏，还有 K 金，哇，好 Q， 好漂亮，你看钻石也很多，然后整个链子都有宝石、钻石的，哦，漂亮漂亮漂亮，流苏现在那这个就很大，这个就7300，80几卡拉的。Emerald 80几卡拉，还配了一个 OPPO， 对，这个 OPPO 的形状也很漂亮，对，哇，流苏型，这些都是30几寸，就是毛衣链的形状，毛衣链的形状，质量高，祖母绿也是质量很高，对，祖母绿和蓝宝都品质不错的，不是一般的东西，不是普通的，对，然后这个就。64卡拉红宝，五烧牡丹饼的，好，五烧牡丹饼，你看，对，下面还每一个还有配一个小钻吊，那这个都要，不便宜的，下面那个也很贵的 ，OK， 小钻吊，然后，这个好，6800，那这些都性价比很高的了，就不意见，6800，然后这个哇，这个也是流苏 ，Tassel。79.66，这个就7500，哇！这个是耳环，这个是耳环，耳环，对，那款式非常好，然后质量也很高，质量也非常高，哇，漂亮漂亮。好，然后这个哇，这个好特别啊，那这个，这个是蓝宝金色的 brooch。星光 star 呀，这个哇，这个就26000，星光蓝宝石多重啊？看看星光蓝宝石是，很特别的设计，非常漂亮。我这个是北针，别针，多大的星光蓝？这个是快30克拉的 ，total 30克�拉。大克的快30克拉，大的差不多30，那小的大概小的差不多5-6克拉。你看这个哇，星光很强烈，很明显的，旁边都是宝石，哇，也很重，漂亮啊。然后这个就，哇，都是红宝石。这个是红宝的，2克拉多，中间是红宝啊，还有旁边的红宝，还有钻石。Sapphire 是。这个18000，漂亮，哇！然后这个一看就，哎呀，每个人都喜欢，这个肯定人见人爱，人见人爱。30.66克拉的红宝石，这个就 ，ruby 68000，哇 ，total ruby 是多少啊？30.66克拉，哇，重非常重，钻石呢？钻石还。这些肯定人见人爱的了，都是质量很高。8克拉64分。哦，8克拉64分钻石。好，然后这个，哇，这个 OPPO 也是非常特别的。这个是墨西哥的 OPPO。墨西哥 OPPO， 22.22克拉。别针跟坠子。别针跟坠子。16000，哇。颜色也很好，这个是
tourmaline。对 ，mint tourmaline、嗯。mint green tourmaline。绿色的 tourmaline。旁边有镶了 paraiba。paraiba、嗯、severi 钻石。哇。哇，用 paraiba 来镶，一万七。然后这个 tourmaline 啊 ，tourmaline 这个西瓜碧玺一万三，碧玺是30.91克拉，哇！最后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越南，你说是越南的？越南的红宝星石、啊，五烧都有 G R 的是，星石都是有五烧的。金丝啊 ，cacti 都是无烧的哦，这个不能烧，不能烧。OK， 对，啊，新哦，这个171.13克拉，这个红宝星光红，哇，这么大。那 OK， 这个项链就15万，然后戒指就5万啊，32克拉，哇，这个星光。是不是同一块石头出来的？没，也是框是一样的，因为颜色一点一点，戒指的比较红一些。你看这个星光就很多线了，你看这个很多线。这个是天然的。很多线的，比普通是要多的。对。对，比普通你看，平常6条线，这里10几条线。对对对。这个，而且刚才这里也是很多线的线。线非常多的，10几条线，这个这一批金子里面多钱、线一定是最好的东西，好它才多线，对对对、啊哇，都很多线的、啊，非常多线，哇，非常漂亮，好，那有对哪个有兴趣就赶紧跟我联系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